啊，我也不晓得说我学 CB 它会对这样用上，嗯，我从来没想过就是真的可以对人家用上。在卫生所前面的疫苗站在服勤的时候，那突然听到就是对面马路的人行道好像有人路倒，那有民众在求救，那我跟我们同仁哦就很快速度赶快过马路去查看对方的状况，那因为当下这名妇人他已经失去呼吸跟心跳了，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就由我来为他实施 CPR， 那我请另外的同仁赶快打119。哦，那在实施 CPR 的胸外按压，大概一两分钟后，就发现这名妇人她有恢复呼吸心跳。啊，我也不晓得说我学 CPR 会这样用上，我也从来没想过就是真的可以救人家用上来。